台南市会所举办的花卉展，登记到元宵结束，十六号开放市民领养照顾。一透早就真侪爱花的市民排队，无到一点钟，议会展出的花卉就变影了了。去年底伫台南市会周边所展出的幸福满园迎红年花卉展，登记到元宵节结束，上午开放市民前往领取。一透早就真侪爱花人士扎着花签啊排队，每位行者三五层。不过一点钟就被设出完毕。8点，8点就来了。对。啊，为什么来这边就是跟人家排队？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要种我们社区的花圃，对，我们也是看那个网络介绍的。是。那整个的话呢，索取一空，大家都非常的快乐，也非常的高兴。那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活动，让大家的心里呢看到一个花呢，就心旷神怡。那能够带动台南市整个的花花草草的城市，让大家有一个愉快啊快乐的过年的味道。为了要好市民出花动线流通，避免小客进行，议会事先安排规划，无到一点钟就被设置完毕。议会估计有2000人前往领花，整个过程相当的顺利。记者苏英和市会采访报道。